笔者是一个手欠的，不论是脸上还是鼻子上，但凡出现小疙瘩，都会用手去挤一下，尤其是鼻子周围，经常会挤出白色条状东西，很是好奇，这些到底是什么？于是搜索研究了一下。一般这些白色的物质，主要是以下几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，油脂分泌物如果在皮肤正常的情况下，鼻子上挤出来的白色东西有可能是一些脂肪、油脂类的物质。处理方法，最好的办法是先用热水敷一会鼻头，使毛孔自然张开，然后用一些去黑头的磨砂膏按摩一下，之后再用点爽肤水收缩一下毛孔。这样可以有效的消除鼻子上挤出的白色东西。第二种情况，螨虫分泌物鼻子上如果有黑头，同时可以挤出白色物质，有可能是由于螨虫引起的。处理方法，这时可以用硫磺皂清洗，用硫磺皂洗完后，把脸擦干，然后用温水洗脸，促使脸部的毛孔放大，这个时候用洗面奶轻柔清洗，连续清洗三天左右。注意，这种方法不能长时间使用，这样也会对自己的皮肤造成损伤。第三种情况，白色脓液鼻子上挤出来的白色东西可能是粉刺导致的，是由于皮肤角化过度造成栓塞、皮脂排泄障碍所致的毛囊皮脂腺慢性炎症。严重最好去皮肤科找医生处理。第四种情况，脂肪粒物质，脂肪粒是一种常在皮肤上的白色小疙瘩，约针头般大小，看起来像是一个小白芝麻，一般在脸上，特别是女性的眼周。处理方法，用温水柔和的洁面乳将面部彻底洗干净，然后用毛巾热敷鼻子，把鼻子上的毛孔都打开，再用棉签蘸取按摩膏，在脂肪粒的各种地方按摩，三分钟左右后可以看见白色头头，再用粉刺针挑掉即可。美丽英俊的脸庞不能因为一个小小的鼻子沦陷，当你的鼻子出现小疙瘩和白色物体时，就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了，不要吃辛辣、重口味还有脂肪性较高的食物，多吃些富含维生素的食物，像胡萝卜、鸡蛋、水果等，这样可以避免鼻子上白色东西的分泌物生成。教大家几招驱除粉刺的妙招。一、收缩毛孔去鼻头，粉刺油脂分泌旺盛就会导致毛孔粗大，粗大的毛孔更容易藏匿细菌和污垢，从而引发黑头、粉刺。清洁好脸部后，使用冷毛巾敷脸两分钟，可快速收缩毛孔，再拍上收脸水。二、柠檬去鼻头粉刺，柠檬对于出油的肌肤是非常有效的，洗脸的时候，在水中加入一点滴柠檬汁，可美白肌肤，调节肌肤油水平衡。四、蛋清面膜去鼻头粉刺，将鸡蛋滤去鸡蛋清，加入适量珍珠粉和新鲜柠檬汁一同混合，均匀涂抹在鼻部位，15分钟后用清水洗净，可去除和预防黑头粉刺的产生。五、饮食去鼻头粉刺，平时要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，多补充维生素 C、 维生素 E、 维生素 A 等对皮肤有益的成分，忌吃辛辣、油炸、含咖啡因等刺激类食物。六、排毒去鼻头粉刺，有粉刺和脂肪粒多半是因为身体毒素，平时应该多喝一些驱火的茶，也可以用泡过的茶叶来敷脸，能很好的去油脂，每次10-15分钟即可。生活中我们常喝的绿茶也有清火解毒的功效，长时间对着电脑的能抗辐射、清肝火等，关键是还有抗癌功效。教你几招美容养颜气色好。第一招，食盐蜂蜜排毒法。食盐具有消炎杀菌的功效，众所周知，其实它的排毒功效亦很独到。如果你是油性肌肤中毒者，可试着将一小勺盐与蜂蜜调匀后
涂在脸上并轻轻按摩5分钟后用清水洗去。盐有深层清洁皮肤毛孔的作用，而蜂蜜水则能及时补充肌肤营养，每天早晚各一次，可帮助清除皮肤毒素。第二招，冷热水交替洗脸排毒法。早晨起来，先用温水洗脸，再用冷水冲30秒，再用温水洗，再用冷水冲，如此冷热交替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。这样做能促进面部血管和皮肤收缩，是排除面部肌肤毒素的一个小窍门。第三招，睡眠排毒法。有很多喜欢熬夜，这是很不健康的生活作息习惯。因为晚上11点到次日早晨5点，是胆肝肺排毒的时间，而这些排毒的器官是需要在安静睡眠状态下才工作的，长期做夜猫子，不仅会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况，而且还会引起分泌系统功能紊乱，各种毒素无法排出，从而出现面色暗淡、口臭、便秘等。因此，睡眠质量很重要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让肝胆肺得到充分休息，从而排出毒素。第四招，深呼吸排毒法。日常生活中每个都在呼吸，然而们很多时候的呼吸都是无意识下的反射动作，每次进入肺部的气体容量是非常有限的。事实上，呼吸频率越快，表示呼吸量越小，吸进的氧气还来不及发挥作用，就又被送出去了。加上短促的呼吸，使得肺气的二氧化碳残留在肺里。因此，与其做100次短促的呼吸，不如经常提醒自己做深呼吸或腹式呼吸，帮助加速体内废弃物的代谢，净化血液。第五招，身体干刷按摩。女性朋友可以在每天洗澡的时候用丝瓜巾手套对肌肤进行干按摩，这样能够非常有效地促进自己身体进行排毒。按摩加速血液循环和淋巴液畅通，从而使体内有毒废物易于冲洗出去。通常可采用圈状按摩手法，自下而上的对全身施加按摩力，注意按摩方向为肢体末端向心脏方向。第六招，泡澡。泡澡绝对是帮助肌肤排毒的好方法，可将积存在皮下组织内的酸性废物冲洗掉，将滞留在身体的二氧化碳及不好的物质代谢出来，从而使肌肤变得有弹性。天然浴盐和芳香精油是排毒泡澡的首选，在浴缸中加入浴盐和芳香精油，会起到不错的排毒效果。Thank you.